来吧，兄弟们！哎呦我去，玩了几把，打的时候没录，但是又觉得打的，也不能说打的不错吧，打的我手感还挺好的，就直接只能看录播了吧。你看这条蛇，哎，没压到，没压到，没事。错过，直接哎又空了。哎呦我去，这哎泰山压顶又空了，这能，哎普攻被我抓的，没事，叫猴子，他也叫聪明，嘿，这一波挺果断的。等他双双落地，往上走，小走位，哎，走，跳，你干啥呢？干啥呢？他好像说，触发二技能，触发二技能，走了，你看这小走位躲你，走，拍墙上，往这个方向拍，就很帅。我去，这个雷，我个人对这个属性啊，我对雷属性、对水属性、对冰属性，我对这种冷色系的属性完全没有任何抵抗力，简直就是帅到爆炸。你干什么呢你？还有你。霸体，我管你什么霸体呢？时间到了，再见了。第二个小鸣人，哎呦我去，打不过你爹，我还打不过你吗？开心，这，哎，霸体开，来就普攻挠他，就普攻挠他，刷，一二三，可以可以，再接一段。我手里面留了一个一技能的，他敢走。一般精明替身的时候，他会往回，哎哎，不走寻常路啊。找你抓到了，这手术刀最终很帅呀。反正我很满意，这个忍者对我来说的话，我觉得做的还行啊。手感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来手感的忍者了。最后一道菜，呀，你看，差，直接跳。替身啊，霸体开，没事，没事儿。发现没有？他痛是不是？他没豆了，就一颗豆还把自己玩没了。我再一个跳。那你没了，这雷阿波雷库卡卡，小拳拳普攻也挺稳的，继续再接一套小拳拳，来再来一套，这小组合技，直接走，雷阿波，来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再见。